啊，你是选 A， 所以我选 A， 表示你也可以接受他 B 他不带，然后你去吃药，是吗？嗯，如果是如果真的哎，他真的蛮不错的话，就哦，那我就。天啊，真的有人会接受？没有啊，还有前提哦，还有前提哦，如果是哎哦 ，OK OK， 所以他不错，是可讨论的。然后跟你说，哎，我不想带你吃药，好。嗯，没得吃。觉得就是不带，就是他如果不带的话，你就跟他耗啊，你就说那你都不带，那我就不跟你做、啊。OK， 对吧？就是你觉得选择权可以在你这边。对，可以。而且耗。要怎么耗？要怎么耗？对啊，还我来就就耗到他软这样子。心软啊，耗到他心软啊。心软妥协，妥协啦。